Jinlong with CGTN. As you know, the annual two sessions is currently underway, with nearly 3,000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gathered here in Beijing. And I'm on my way to meet one, and he's a post-90s. But I'm not just going to do a simple interview with him, as today is a day off for the deputies. I have planned something fun for him, but right now, I'd like to keep it as a secret. That's our deputy. Well, he obviously has no idea. Okay, that's more like it. Alright, we're about to go. Oh, I almost forgot. This is Yang Jinlong, the deputy to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那杨代表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简单的。 好的，大家好，我叫杨金龙，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来自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杭州技师学院的一名教师，我的特长呢主要是汽车喷漆。我们本来其实今天本来就是想跟您做一个简单的采访，但是因为前两天跟您联系的时候，您说特别累，所以呢我们就想今天既然是你休息，我就带您出来逛一逛。你猜猜我们会去哪儿？猜猜啊，去公园。 不要一下就猜到吗？哈哈，查达，朝阳公，查达 ，Welcome to 朝阳公园。哦，你怎么开始说中文了？查达 ，Welcome to 朝阳 Park. Well, this is a park that I like a lot. It's quiet and peaceful, yet there is a fairground. So if you're looking for excitement,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either. I hope the deputy will like it too. 可以坐船？你想坐船吗？ 坐吧，晕船。过山车，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玩一下？过山车不是。是90后吗？我恐高。这个颜色，这个漆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太差。那你要是你要改装的话，你会怎么样改装它？我能把这颜色全部先拿掉吧，先把这些颜色拿掉，然后再重新喷我自己喜欢的颜色。可以喷一些卡通图片啊，卡通图案之类的上去，这样会更加吸引人一点吧，因为这个颜色太单调了。 He's not that good of a driver as a skilled worker. It takes practice. 这两天开会累吗？特别的累。每年开两会啊，其实报告当中有很多内容，然后我们要去理解它，要去找到它，而且还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每天要应付记者，因为记者每天都要采访，还有就是我们要准备的建议。 因为我们每年开两会，我们都要好多建议要提。那你提的这个建议，首先要不对我们这个全国有没有利，然后这个提了这个建议以后，然后国务院啊各部门都要给我们回复。那我们怎么样去回复，怎么样去做，应该算是一个花费很大的一个精力要去做的事情。今年我的建议应该说，提之前其实我心里很忐忑啊，因为属于我们属于一个跟政府让他资金支持嘛，类似于要钱的一个建议。 我还是其实蛮担心的，政府能不能重视啊？因为要钱，其实每个行业都需要钱，那为什么一定要投我们这个产业呢？你要不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吧，我感觉他特别累。我们俩坐着。给你买根马迭尔冰棍吃。好啊。好。 代表，我们可以接着采访吗？还没吃完，<笑>等我吃完。你觉得你为什么会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觉得我觉得我优秀呗。<笑>你觉得作为一个优秀的技师，需要有具备什么样的一些品质？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要能够喜欢这个自己的专业，你一定要喜欢自己专业，不喜欢的话，你永远做不好。 第二个呢，是一定要能够去钻研，去花更多的时间精力，
资源来做你自己的专业的事情。你在履职方面有什么样特别的心得吗？就平时你比如说有没有出去做过调研呐、还有学习啊，就是学习怎么样更好的去做一个选管的代表，提议案，就是这些议案是要成为法律的，所以你怎么补缺自己这一块的不足呢？其实我做人代表这一年以来啊，最大的一个变化的就是以前的，例如我去跟其他学校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可能只关注技术上面啊，没有关注他们需要什么这些方面。那现在呢，我会跟他们聊的说，哎，我说你们现在这个行业怎么样啊，你们这行业还有哪些问题啊，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啊，这样的我会问他们一些这样问题。然后呢，然后在自己平时也记录呢，我年底呢根据这些问题，如果大家提的问题同一个问题很多次了，那有可能的确是我们整个函数的问题，那么我就会提一些建议。你自己到目前为止履职的生涯当中，感觉自己最自豪的一个时刻？最豪的时刻应该就是我在两会发言当中提到的一些建议，然后各部门给我们一个回复，然后昨天他们也来回复了，他们说，哎，今年2019年肯定会出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哪方面的？就是我就是提的，例如统一招生平台，还有就是我那个校企合作。好，可以了吗？我们一会儿吃饭吧，吃饭的时候聊他女朋友吧。所以代表你有女朋友吗？多大呀？6岁。他喜欢做什么你觉得你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跳伞啊。跳伞？因为我很高，他喜欢刺激的，他有想法什么去跳海呀。Hey, I think I had a good time with the deputy, and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开心。Okay, so obviously he had a good time too. Bye bye, bye bye. So that wraps up my day of fun with the MPC deputy. And to be honest, most of the day I didn't even think of him as someone who is a deputy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o me, he's more like a younger brother, someone who hasn't been in society for long. But as an MPC deputy, he has to grow up quickly to match this incredibly serious and honorable responsibility. And I can see him trying very hard to balance between these two roles. And so far, I think he has done a pretty good job.